平时我们洗头发比较麻烦，尤其是长头发，洗起来费时费力。如果说用力过猛的话，它还会损害发根和头皮。所以说我做了一个倒立洗头机，啊，就是这一个。这款洗头机把倒立健身和洗头烘干完美的融为了一体。这是它的注水开关，打开之后可以注水，还有它的升降系统，按动这个按钮可以升降。然后这是它的漂洗功能，打开开关之后，它会轻柔无死角的给你洗头发。当你洗完之后，这里还有一个烘干系统，按钮开关可以烘干。接下来我为大家真人演示一下。加上看到了没有，这样吹出来的头发啊比较蓬松，也比较自然啊，你倒立的时候也不会那么无聊，还可以洗个头，洗头的时候还可以倒个立啊。这次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。